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三个字。 三个字，嗯，四不像，哎，对了吗？三个字，记不记得我们会有这个？啊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虎，这个是第二个字，这个是什么？打，两个在一起，除了打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形容词？斗，哎，这是第三个字，第一个字呢，是中国里面龙虎斗，啊。 哈哈，一个成语，收获的意思。五五玲珑，什么？这个吗？收获的意思。对对。还有这个吗？没有这个，就是五谷丰登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又是成语，他老给你唠文学方面的，你知道吧？四个字，有两个字，第一个字是等，后面那个叫什么？等什么？等待。哎，对了，我的名字第一个字是什么？ 等猪，我的名字第一个是什么字？你对啊，刚刚说的那个等什么？带哦，带猪，成语，守株待兔。哎，对了嘛，好来，今天不赢。好来，国民吹一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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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 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啪！叱咤风云我人已闯，万众仰望；叱咤风云我这把水往后看，翻天覆地我写尽我的法律。我模仿他跟朱正廷那个 OK。 想把你双手握紧 ，beautiful girl，喷喷 apple pie，嗯嗯嗯嗯嗯嗯嗯 ，apple，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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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